我是 Sia， 突然了的 helper， 很开心今晚可以在这里见到你们，你撑到最后真的很犀利，很多谢我第二组的组仔，你们表现很好，当然其他组的表现，其他组的组仔都很厉害，恭喜刚刚在颁奖礼有拿奖的和有得去交流团的组仔，多谢咁多位喺呢年对我哋年青有为嘅支持，大家要继续努力。其实报名做下一年嘅 helper 啊，做 helper 真系好好玩噶，可以换个身份去参加年青有为，个 feel 好唔同噶。仲有啊，多谢同我一齐努力咗一年嘅九个 helper， 好啦，系咁啦，拜拜。Hi， 我系 helper 周怡，我系 Avengers 嘅 helper 啦。早啦，咁咧，今年咧就好特別啦，因為今年我 helper 啊嘛，係咪先？個個都話我係喺年喺呢個迎新營入邊係做得好差，但係咧，但係總需要係有一個改變噶啦。咁我都見到全部人都一樣喺迎新營嘅時候，同埋到而家都有好大嘅分別。咁我都覺得。好欣慰啦，老懷安慰啦，直情係，係啦，咁有得去交流團嘅，咁當然固然開心啦，交流團真係好玩嘅，咁但係冇得去嘅都唔緊要，因為咧有好多嘢做噶嘛，係咪先？唔一定淨係去到交流團先係成功，做好多嘢可以做，係啦。食屎，好食。點開噶？食糖啊！下面啦、啊！下面啦、啊！下面啦、啊！你尿屎下面啦、啊！好，繼續。哇！原來咁開嘅。係啦，我要講嘅嘢就差唔多啦。大家記得，係啊，我冇嘢講。有冇再笑？可以啦。係。係。我係第一組嘅 helper 張婷。我走啦，拜拜張婷。拜拜。你打通知你啦，拜拜。冇事就收線啦。好啦，拜拜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啦，開始啦。繼續。今年發生咗好多嘢啦，呢啲嘢係用言語係講唔出嘅，所以咧就唔係咁聽住我。我冇嘢好講啊。唔好講啦，繼續講啦。快啲講啦。嗯。啊，好高興認識大家。我當初都冇諗到可以做 helper， 不過我都冇後悔做 helper 嘅，因為識咗你哋。我睇到啊！我睇到啊！睇到咩啊？好啦，冇嘢啦。嚇？睇到咩啊？冇拍啊！我係話個鏡頭影到嗰度啊！即係而家未開始錄，我同你要 say hi。嗯。好啦，好高興認識大家。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啊，哈哈哈哈，你看我所以木木我在我不是因為認識你就是啊，木木我已經快點認識了，木木我都很高興認識這個朋友啊，你這樣手壓著我沒有想到的，快點，嗯，說完了，從三開始啊，開始錄啊，都沒開始錄過，現在開始錄啊，現在正式，不搞了你了，快點先開始錄啊，嗯，好恐怖啊，講完了，我準備開始 Start now， 對不起， Hi Action， 我是第一組的 helper 張婷，很高興今年可以跟大家認識啊，今年發生了很多事，我說了，嗯，用言語是解釋不到的，好啦，嗯，我當初都冇諗到自己可以做 helper， 不過都唔後悔成為 helper， 因為今年真係好愉快，好開心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 helper， 積極參加面試啊！嗯 ，Thank you。我講完啦，好，大家好，
我是第五組 helper encourage 的林峰。林峰咁今年可以做到 helper 咁，覺得好開心啦。咁其實做 helper 嘅機會咧，新人只係得一次啦，玩都係得一次啦。咁今年可以做到 helper 咧，咁同上年唔同啦。上年淨係玩，咁今年要策劃啲活動俾人哋玩，策劃啲活動俾人哋玩。咁雖然最開頭好似啲遊戲冇我想象之中令人哋咁投入啦，咁我哋都會慢慢去改善自己做得唔足夠嘅地方啦。咁今年我哋十個 helper 都好用心咁為所有嘅組員都你知唔知好感性啊？媽媽嚟啊！都所有嘅組員咧，所有嘅組員咧。都希望你哋可以體諒下我，我哋今年如果有啲咩做得唔夠好嘅地方，都希望你體諒下我啦。咁同埋做 helper 咧，真係一件好好玩嘅事啊！咁希望你哋喺今年嘅成績入圍之中可以學習到好多嘢啦。希望我哋可以幫到你哋，多謝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第四組嘅 helper Eunice。咁。今天呢又很開心，但呢又很傷心啦，因為呢今晚呢就是我屆年青奧會的最後晚啦。那你們不用傷心的，因為呢你們還有機會玩多一年的，因為呢你們可以去做 helper 啦。對啦，那在這一年呢我做 helper 就覺得呢很多謝我身邊的人啦，包括祖仔啦，九位 helper 啦，同埋其他導師咧，佢哋都好體諒我嘅。咁咧一開始我型身型咧係做得唔係咁好啦，咁咧就但係都係一開始同你哋咧都係唔熟悉嘅。咁後屘咧就逐步混熟啦。咁就係啦，好多謝你哋啦，就好係咯，好多謝你哋都去體諒我啦。咁就希望咧，今日咧都唔係我哋永別嘅一日啦。希望我哋仲可以 keep 住聯絡啦。係啦，就係咁啦，拜拜。好啊，大家好啊。咁我係第三組嘅 helper 啦。咁我叫阿立啦。邊個？阿立啊，記住。立。好啦，咁大家好開心啦，咁樣一年話我咁快又過咗啦。啱啱經過嗰個頒獎禮啦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攞到獎啦。咁攞到獎，我咁當然開心啦。攞唔到獎都唔好灰心。咁因為咧，咁你喺參加咗今年嘅年青奧運咧，已經係非常之對你非常之有好多嘅得著啦。咁咧，咁係啦，咁我都做過一年組仔啦，咁之後咧就做咗一個 helper， 咁做 helper 真係好開心噶。我有十個，加埋我有十個非常之好嘅拍檔啦。咁咧，咁咧就幫大家整咗好多活動出嚟啦。咁可以令到大家非常之開心咁樣玩啦，係啦。咁今年都好開心。可以認識到咁多多位組仔啦。咁雖然有啲咧我又唔係好熟，有啲人名都唔知添。咁咯，我希望大家認識我啦。咁我叫阿立，都記住我叫阿立。好啦，哇！夠啦。好啦，咁我仲要講啲咩咧？咁好啦，咁祝大家有個美好嘅晚會啦。我是第五組的 helper 料料，很開心做到你們的 helper。 在這一年裡面我真的覺得很開心，還有認識到你們，還有真的玩得很開心，很恭喜你們個個都畢到業，去到交流城那些恭喜曬啦。當然你們要繼續努力給心機，但去不到交流城的組就千萬不要不開心啊，因為其實你們都做得很好的。還有你們其實可以做下一年的 helper， 有第二次的機會去交流團。
嚟噶？有第二次嘅機會去加油條，你哋要俾心機，今晚要玩得開心啲，千祈唔好留低任何嘅遺憾啊！好啦，係咁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我哋 ，Hello， 我係第一組阿子啦，唔係粗口話。咁一年咁快過去啦，咁喺呢年真係好開心啦。咁樣抄我？老師好人啦、啊。發生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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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事情，做錯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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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事情，好彩啦，就有一班這麼嗨的拍檔月暖了我啦，還有我最好的拍檔張田，嗨，知道啊，我跟Yunus一組，其實呢這麼多年我最遺憾的就沒得去盛豐行，不過不要緊的，雖然就之後可能我們會不在這裡，但是如果你想找我，雖然你們不會找我，但是你會在籃球組找我的，我會繼續在籃球組打籃球啦，還有你記得努力努力爭取做 helper 啦，其實 helper 真的很好玩的， anyway， 那 enjoy 的晚會啦，拜拜。我是第四組的 helper 蘇怡。蘇怡 Hi。 蘇怡 Hi。 我這麼快就一年了，希望個個都可以開開心心咁過埋今日啦，同埋恭喜曬可以去到交流團嘅人啦。但我唔知道有冇我哋做造勢啦嚇。可能有啲人認為終於捱過咗今年啦，但係我就覺得呢一年好開心，覺得好好。同埋我覺得你哋都可以試下做 helper 嘅。做 helper 好好啦，學到好多嘢，好開心。順便可以呼籲下下面啲人做下 helper 咁啦。你而家示威 ，MM， 好開心，好開心，哇！終於過咗今年，但其實我都好開心。就咁啦，拜拜。開始啦！耶！有耶！耶！耶！我是第三組的 helper， 名叫施嘉玲。咁咧，今年好開心啦，可以做到 helper， 係咯 ，helper 有好多嘢玩啦。咁下年你哋一定要做 helper， 真係好好嘅。唔好睇我哋好似日日好忙咁樣，其實開會好開心嘅。咁我有咩都講下啦。好開心，今年有咁好嘅組仔啦，大家都有好多嘅進步啦，成長少咗嘅時候，大家有冇嫌我哋啲遊戲好悶啦？雖然係真係有啲悶，但係咧，你哋都好落力咁樣去玩啦。外展嘅時候，雖然路程有啲遙遠，係我哋過失。但係你哋都冇放棄啦，咁樣繼續行落去，幾好嘅，真係好感動啊！跟住可以做多次 helper， 我都估唔到啦，原來我嘅組真係咁好啦，做啲乜嘢都對我好好啦，喺福音營嘅時候都好關心我啦，真係好感動。一言難盡，係啦，一句講曬。咁總之，你哋要下年要做 helper， 咪下年。今年要做 helper 啦，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啊！如果唔係會後悔嘅。做 helper 真係好開心㗎，所以一定要做啊！好。